昨天晚上做的蛋糕好像是成功了，没有塌，压一下会回弹。啊，失败，昨天忘记了，因为以前做了好几次，它就是塌，这次没塌。咱们没要用的。真的啊？哦，你看，我都还没切。咱没要用的。跟麦片样的。那是啊，还没那么种子。那哎，对对对，哪天之前又不就是面粉打出筋了，所以口感就没有这个绵密。咱们是小米的，终于算是成功了，终于做成功了。嗯，啊，那碗汤跟面粉一样的。之前做的都是水够多的，必须的。今天这个好绵密，很扎实，要求很高啊。嗯，终于成功了。嗯，做了四次，终于成功了，达到100%的，嗯，100%，你的还是要按比例。昨天晚上1点多钟做完的，后来一直倒扣在那儿，早上一大早爬起来看看成功了没有。这是我直接还是红红线？我刚才谢子，嗯。哎呦，他特别喜欢吃蛋糕。什么才吃狗粮？这把我吧，小张你都有事儿。姐子，好不好吃？没有事儿。嗯。吃什么呀？我吃，我。嗯，吃嘛。1、2、3。那把带第三个吧。嗯。这才有，不是叫你多啊？你说这真的是吧？啊，还有六。啊，不是不接，挖的很厚。蛋糕好不好吃？蛋糕好吃。啊，这么六。干不干的？还没上班呢，好像上班呢。是不是这个？没得。婷婷，你们家那有的。他小青的有。他小青的啊，这是冻了的有，不要紧的。他小青的有，好些。这直的有，好些。好些。软些，没那么甜。我是按照外面那种做法做的。我都切白白的。嗯。啊。我不要的。那干这么大就是吃多吧。妈不想吃奶油。刚刚吃个面包，蛋糕啊，上面有面包，好吃。豆子倒不进去了，炸死我。又做了一杯，不会做的时候感觉好难呀，好打击自信心。现在会做了，觉得也挺简单的。老板，你要不要炸油呗？我给你什么呀？我炸进去啊。这还贵一些，比刚才那个。这贵一些，我都看不惯的。我刚那个是抹茶的，现在这个是放的可可粉。你觉得好吃，你肚子长的。你看看，他的肉确实已经上了，